拜托你们，一定要睁大眼睛仔细找，任何地方都不能放过。拜托，拜托！会的，会的，你不要担心啊，放心吧，交给我们了，不要担心啊。进屋里去吧，我跟你们泡壶热茶，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？周岩是找不着小草怎么办呢？杨凯又那么心疼，到时候。 到时候说不定还要离开我去找小草了。哎，太太，太太，进来吧，不要走，你要吃我的药草草，我要吃我的药草草，你眼睛看不见，树也不方便，要不小心摔一跤，可就麻烦了。你已经看到那么多人出去，行了行了，你就稍安勿躁，在家里等着吧。啊，是啊，而且家里总得有人作证，孩子毕竟是孩子。 或许他们会因为怕黑，肚子饿了，便会忍不住跑回来呢。对呀，我也是这么想，不然我哪坐得住？刚才早跟大伙儿出去找了。对，你们说的也对，千万不要错过了。哎呀，真是急得六神无主了。我总觉得老天爷有意在跟我作对。自从袁凯回来以后，家里就有出不完的状况。 天天担惊受怕，让我怎么小心翼翼，费尽了力气，他周遭的人事物对他的影响力，总是远胜于我。我的力量是那么样的薄弱，我无时无刻都不在害怕，要拉不住他呀！太太，我要早知道小草的脾气有那么大，我才不敢招惹他呢。老天爷保佑啊！ 这是哪儿啊？我也不知道啊。你不说你认得路吗？我现在又饿又累，什么也认不得了。当初应该一个人偷偷的走，干嘛要告诉你呢？告诉你，你现在可以好好的待在家里，否则我一块饿肚子。你这样说，走，我们再往前走，也许会遇上好心的人家肯帮忙我们呢。 果然是两个迷路的孩子。唉，怎么会这样呢？这不但没有人家，连路也没得可走了。嗯，没法子呀。咱们南方就这样，走着走着就没路了，就得坐船。 你是不是船呐？哎，妹呢？哎，对呀对呀，是要沉下去了。嗯。哎，别怕别怕，你们两个换吧，想不想吃粽子啊？嗯，上半好好吃的粽子哦。我没钱。哎，没关系，不要钱，送给你们吃。啊，真的？哎，谢谢大叔了。嗯。哎，先别走，跟我走。 我们去个好地方，可以舒舒服服的吃粽子，吃饱肚子，又可以睡觉，好不好啊？可是，我们走船，他已经快靠岸了。对呀，有船吗？大婶的手都做怎么样？一点也不好玩，你看大叔，大小姐那才有意思啊！走，快跟我走吧，走走走！别走！别走！快走！别拉了，大叔！ 别拉了，别拉了！你们跑我了！啊！我们不跟你走了吗？我，干嘛？救命！快！救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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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你们两个，现在丢孩子的人太多了，八成是个拐手。 怎么样？没事吧？啊！哎，别哭，别哭！哎，你们等等啊，等等啊！啊！三哥，这家伙是水性，逃走了，果然是个拐子。哎呀，别管他了，快把绳子给我，我来拨船，你快来哄哄他们嘛，我没辙呀。 怎么了？奇怪，我长得很丑啊，他们一见我就哇哇大哭啊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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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
陈三，你们啊叫我一声三哥就行了。啊，这是我老婆，你们叫她三嫂子。三哥三嫂，三哥三嫂。哎，你们两个呢，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裴少文，我叫小草。是兄妹吗？不是，我们是邻居，不过要好的像兄妹。瞧你那么拼命的保护他，是个好哥哥。可是一个好哥哥是不应该带着妹妹到处乱跑的。不是他的错，是我自己要走的，他为了保护我，所以陪我一块儿走。他是个好哥哥，我是个坏妹妹。你才不是，他到我家来玩，是我淘气，拿了我娘的翡翠项链，然后也不晓得怎么弄的，项链就不见了。我娘硬要说是他拿的，他害怕的不敢回家，这都是我害他的。你听懂了？大概懂了。好了，现在告诉我，你们两个的家住在什么地方啊？原来是知道的，可现在已经糊涂了。对呀，我们迷了路了，根本不知道这儿是哪，但是我们也不想回去了，是不是？我们现在是在长江上，你们家是不是住在附近啊？哪有孩子不回家的呢？好像不那么近，我们走了很多很多路，糊里糊涂就走到这来了。早饭准备好了，老爷，您快同少爷去吃吧。吃好了，也该好好歇一歇了。你们呢，都已经吃过了吗？是。哎呀，快点去吧，累了一整夜了，不吃点东西怎么行呢？
怎么办呢？这么多人找了一整夜还找不到，到底跑哪儿去了呢？你比较了解小草，按你说他会到什么样的地方去呢？或者他喜欢到什么样的地方去？对了，小草常到土地庙求土地公保佑海爷的。快快快，你们这附近哪里有庙，不管大小统统告诉我吧。好啊，月亮在路啊，咱们一块找去。啊，不，我一个人去就好了。为什么呢？你人生地不熟的，还是我们三个结伴去找吧。太太，这不单是去一个地方，得到好几间庙呢。哎呀，我不怕累，我不怕累，真的。我怕你好不好？你现在这么不方便，还要出去乱跑，万一不小心有什么差错，老爷不是骂我，就是骂月娘，你知不知道？我现在心里面已经烦死、急死了，你别再给我惹麻烦了，行不行啊？